大家好，欢迎来到探韭菜，我是 No Ray。那可以看到我们的大盘今天是上涨，呃，期货这边啊上涨四十九点。那你们自己手上的个股有上涨吗？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没有的。那可能蛮多人在今天被洗出去。 对，就是有蛮多这个个股破什么月线啊、破季线啊之类的。所以那关于这个季线和月线的部分，我待会想要就是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啦。就是我看到那个元泰啊，元泰这一档个股的话，对我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一样族群，呃，目前就是以我自己观察的这些个股的话，那就是这个 LED 是比较稍微比较强势一点的啊。然后就是元。 元宇宙的话就一样就很疲软啊，很疲软。对，因为我不知道是,是因为这个散户太多了，因为我打开一些呃论坛啊，然后一些群，然后就看到大家感覺就是都买的这个股票好像都差不多，对，好像都差不多，所以就是令我有点担心呐、啊。 黑牛有点担心，因为这个宏达电的部分我始终看不出来。我刚刚又细的去研究一番，但是好像真的看不出来它到底回落的支撑在哪里。我是比较不 care 它的价格到哪里啊，我是比较想要知道它。 这个主力到底是在哪边把它撑起来？就是这个是我比较想要呃学习，然后想要看得懂的部分啊。那当然搞不好主力全部撤出去了，剩下都是一些这个忠实户，然后再跟一些些散户在那边接也说不定啊。或是一些什么投顾老师，然后再带带一些什么会员嘛，去之类的，反正就是看不太出来。那反正呃等等的话，就是一样会讲昨天讲那些个股，就是一样翻出来。 讲这样子，原本想说要讲一下这个 LED 的这些个股，不过就想想、啊、想想，还是原来的这些个股讲啊，因为目前的盘势我觉得就不用那么挤啊，不用那么挤，反而是可以等待一些较好的价格，因为蛮多呃蛮多档就是我讲的，那他们的价格都还没到，反正就是稍微再看一下，然后提醒一下大家这样子。那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先用一档这个算是我在观察这个虚拟。 货币啊，那我自己目前的话，就是在等待它的价格的回落。那刚好它的现行，我觉得可以拿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们就事不宜迟，我们就来看一下。好，那我们看一下这张这个虚拟货币是这个 UTK 啊。那我也不知道 UTK 到底是什么，对，反正我就是大量的找这个虚拟货币，然后划线。我自己的看法是，虚拟货币。 感觉反而比这个台股，那你去这个画这个线可能还较准确啦。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对，那反正就是，如果你没有观察到哪一些个股，那或者是说，呃，不管台股或美股哪一档，它用某种方式，不管是技术分析、MACD。 K D E，然后威廉指标什么，然后那个 i S I，那如果说真的就是可以照着，譬如说这个技术分析的书啊，然后教的，然后是网络一些技术分析，然后有用的话，那我就会重复去使用。反正就是发现发现，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啦。好，那我们就呃来讲一下。那我们一样，我们就是先画这个线啊，先画线，就是最高点跟底下这个次高点嘛。对，我们就先画记起来。画记起来之后，我们再来画一条这个最低点。 最近也是在这个去年七月十九号这边嘛，然后往上一画，这样的话是怎样？我们目前蛮多档个股，那时候我画就是画这个上升趋势线嘛。对，那我自己观察起来是觉得说，下降趋势线是比较不容易被突破，就是它如果真的被突破的话，蛮高几率是会往上去涨的。不过也还是有这个绕赛的时候啊，就是说它涨过去之后，然后就不断的又盘跌，然后又灌下来，对那。 那我自己的想法是，它如果说真的像，譬如好看我们看那个图，那它真的涨过去了，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去接，我们在这個地方去接。那接完之后要怎么去操作？我自己接完之后，我会比较选择说它有拉高，当然这是周线，所以我们看到是完美的一根，但是我们可以怎样？呃，比较讲比较简单一点好了，我们可能拉出去个呃五趴。5 或是十趴，我们先获利了。那再来，它摔回到成本价的这这边的时候呢，你就全出，就全出，或者是说怎样，或者是说，哎、欸，你的成本价离下面这条线其实是蛮近的，那你就可以在这边是再加买。那如果说你买在的点是比较高一点的话，我比较建议说，假设你是去追高的啦，假设你追在，我画一下好了，呃，假设你是追在这边一半，这边是零点四二七嘛，然后你拉到，呃，隔一隔一周你拉到这边的时候，哦，你就出掉。 那再来，如果跌下来的话，我是比较建议可以去，就是出到你觉得你可以承受的这个价格。那当然，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买这么高啦。那就是说，呃，我一定会接近这个地方再做进。那可能是差个几 percent 这样子。对，那差个几 percent 的话，假设到达下一周啦。 我们是用周线去看的话，那如果说日 K 又不一样，我们周线去看的话，我们可能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跟我们的,的这个成本价是还好，所以我们会选择在这边再做进场。 因为我们相信它是会往上喷的，所以我们在这地方已经先出掉一点，然后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再加码。加码之后要怎么去操作？加码之后呢，我们就是一样，假设它有在拉高嘛，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这是周线啊，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它是最高，然后什么时候最低。那当然说，我们后面这一根的话，我们就会怎样？因为后面这一根它离它的这个下降趋势线实是很远的，那我们建仓建在这里。 跟这个之间的话，所以理论上我们的成本价有可能是在这边中，可能就是在，譬如是零点三八六五。那它边在下一个礼拜的话，它最低有可能到零点三三四五。所以我在这地方的话，我就会把它给就是抓个停地啦。 或是只抓停力的话，是抓在我的成本区附近，只是加抓在之上，然后或是小小的之下这样子。那当然，我自己如果假设我是这样操作的话，那我们离它的底部这么远，我会选择在这个我的成本区之上一点，然后去停力掉，或者是我成本价这个地方，然后去停力掉。因为我们知道说，张一的回档。 其实就已经跌掉了多少？这边就已经跌掉了十趴，十趴其实就是已经差不多是该停损的。所以，我们如果说这一档去操作的话，会类似这样操作、啊、那当然说，呃，最简单是这样，最简单就是我们在这地方做进场，然后涨上去之后呢，我可能先获利了结。那如果跌到穿穿过去，那我就全部出掉。我至少这样子的操作，我还是有赚到。然后。 我们观察的个股是，就是观察的这个标的很多档，很多档这样去操作的话，每一档都这样操作，我觉得也是蛮 OK，蛮 OK 的啦。好，那我们现在看起来是这样，这边是走一个三角收敛，三角收敛，然后这边也是慢慢的收敛上去，所以那时候是说，哎、欸，上升趋势线这边可以做进场，可以做进场，但是上升的这个趋势线其实是蛮容易去往下摔的，往下摔，那往下摔会什么时候翻上来，我们不太知道。 但是我们的这个下降趋势线，它翻过去之后呢，然后确立这一根 K 棒，又确立哦、喔、这根 K 棒的形成。你假设我用这个日 K 去看，假设好，现在是用用日 K 去看，哦，我们就是看看嘛。然后我们要确立说，诶、欸，它真的是守住了，它真的是守住。像这边就很明显，诶、欸，它是守住了嘛。对，所以说，诶、欸，用日 K。 去看的话，就是要呃用日 K 画的话，就用日 K 看啊，你不能这样跳来跳去看。像我们周 K 的话，我、哦、这边是直接确定哦，这一根是这样。不过如果真的进场操作，我的操作的话，我我会用日日 K 去操作啦對，我不会用到这个周线这么远。好，再来说这边的话，就是三角收线，然后。 呃，算是又失败嘛，因为他们没有上也没有下。那之后呢？之后呢？这边我们就可以再把这条线去移，那移到了这个地方，对，移到这个地方，然后这条线也去移，那移到这个地方。所以说三角收敛如果收敛失败，它有机会又再起下一个三角收敛。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做单的契机，就是因为我们毕竟我们从最高点这边跟这边次高点，我们画低过来之后，也可以发现说，哎、欸，这边三根，哎、欸，这边三根都可以是是可以去做。 做空的、欸，可以可以去做空的。那我们做多的点就还没有到达。那假设，假设我自己，譬如说哦，我自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做空。 那我自己的这个趴数，我可能就会拉个五趴或十趴的这个损，对，五趴或十趴的停损。那我们抓五趴到十趴的停损，我们的获利要怎么抓？我们获利就是要期待怎样？我们获利一定是期待它到达下面这个地方，让我们做回，就是这个地方假设好了，我们抓好直接抓零点五好了。那这边底下多少？这边底下大概零点二五，就、欸、P 这边零点五假设做空，我们回落到这边零点二五的话。 是直接赚了一倍，对，就是直接赚了一倍这样子。我们的获利就是要把它拉大一点，然后停损价格是抓五趴十趴，我是觉得可以抓个十趴左右啦，十趴左右，因为虚拟货币的话会震荡会比较大一点，比较大一点，所以。 可以抓个十趴，那我们就是用这个十趴去赚这个一百趴，类似这样子。那当然说它目前也没有跌到最下面，对啊，它目前看起来也没有跌到最下面，那也是可以在中间这边就除掉。那反正我们就是算是有点逆势操作了，我们就是在它上涨的时候我们去做空，那下跌跌到这边的时候去做多。那目前我是在等做多了，目前在等做多。那但是呢，我们可以就是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它有机会这样，它有机会就是慢慢的收，然后它的那个 K。 越缩越小，变成说我这边假设我抓十趴去停损。 但是我叠到下面来，只是我的上面跟下面这边差不到，可能差不多就是十趴，或者十五趴，这样的话就不会做进程，只等会等待它下一个这个收敛失败或者收敛成功，它下一个行程嘛，对他下一个行程。那假设它当时候是，假设之后啦，假设之后它收敛成功，那就变成说，诶、欸，可以用刚刚我讲前面讲的方式，就是说它收过去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底部的时候进，那拉高就先出一点，就先出一点，看你要出多少都 OK，二十五趴、五十趴都可以。 但是它跌下来要侵蚀到你的成本的时候，你自己就要去看这个线的这个距离。假设它再隔一根，我就不会先除掉，我反而是会在这地方加码。那加码之后，跌了五趴十趴，我就会除掉。那但是，是怎样？你上面已经先赚了，呃，就是你有先停利嘛，所以说。 跌下来五趴十趴，你就是差不多打平，差不多打平。如果说真的这样子很很很这样很弱的这样失败的话，那当然说它真的穿过去，我们都要期待它往上去涨。对我们都要期待它往上去涨，就类似这样的操作了。那最近的话，就是呃，像我我昨天是找了还蛮多档，要等着这个价格来到了进场操作了。因为最近这个台股，我觉得好像似乎就是。 是没有到行情没有好，没有到那么好。那我自己诶、欸、也跌了好几天，那现在进场去做空，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好时机啦。那时候前面那一波也没有去空到，对，所以就呃把这个目标先转移一点。 那自己也有是在看一些美股，就是那时候有讲一些美股，就呃那时候就买这个吧，对吧、啊？买这个阿斯麦啊，那刚好好像有吃到这一个跟台积电有相关嘛，今天台积电下午这个法说好像还不错嘛，就还不错，所以应该会往上涨一点吧，自己也不知道，反正就等下开板再看好。我们就讲回这个台股部分，就央速度讲，就前面算是一个简单的教学，就。 自己自己的这个经验啊，自己的經那大家也可以去用这个虚拟货币啊，去练一下，还蛮好训练自己的这个实力，因为动得很快。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期货部分。今天期货部分的话，就还是一样，这样一样，它的量稍微出一点，稍微出一点。我可以看到它九点半这这边的量是比这个一月十号这边的量还稍微多一点点，对，多一点。所以说它这边集中呢、啊。 就九点三十到九点四十五这两根集中的量算是还蛮多的，所以明天的话呢，就是直接先看它这边的前高过不过去啊，就大概抓一八四四六八、一八四七零这个地方、啊。那当然在这边我是比较不会去做空，因为不知道明天这个台积电行情到底是什么样、啊，有可能带领我们这个台股直接创一个新高，搞搞不好也说不定啊。就我们不知道，因为。 这个台积电最近才突破它的盘整区间嘛，那突破盘整区间又是全指股，应该是蛮容易有机会往上拉，但是谁也说不定嘛，谁也说不定。但是我们的这个支撑，我自己还是一样看这个底，当然希望它不要跌下来，真是不要跌下来。宁愿不做单，我觉得这个大家还是要这个带领这个指数马上创高，那这个资金又回落回来，才会比较有机会嘛。最近发现好像这个美元的指数好像。 嗯，开始在变，不过我也没有做太多的这个观察，就是最近东看西看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来讲这个个股，就迅速的讲一下。那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同性恋。 同线间也是又被杀下来，杀了三趴左右，又比前面这边还在低，但一样没有出什么量。那我自己的看法，我自己的看法是，嗯，可以再等等啊，就是说它真的到达这条线的时候，我就算知道它是个撑，那我可能不会那么积极，不那么积极。那如果说就算我真的要进场，我的资金的这个比例不会太高，资金比例不会太高，因为我觉得这条线应该算是一。 以刚刚那个虚拟货币这样画起来，应该还算是还蛮完美。看一下圈起来的地方，高点整个回落之后，这边都是压力嘛。然后这边突破上去之后，理论上它这边第一这边应该算是第一次打打到，然后反应该算是啊，因为差个差没多少，差没多少，差个两块钱一两块左右。所以说，哎，这边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有一个直直的撑啊？不过就是后面可以再观察，也可以观察怎样观察它不要再有新的低点出来了。 就是不要再有新的低点，打到之后反弹嘛，打到要反弹，所以我们才确定说它是一个城。那之后就是不要再有这个低点，那我们可能才是一个可以进场的基点。那我们看一下月峰，月峰的话，我觉得。 嗯，我真的不敢说它会翻回来。不过，它如果真的很明显、很明显的跌破了，很明显很明显的跌破，那蛮有机会。它这边的格局就直接打叉叉啦，就是说它整个這样上上升的格局打叉叉，那就是这边的上升的格局都是它的压力。这边的量，这一根、这两根，因为它呃它的大量都是在嘿算是很高档的，看这边十一月四号。 十月五号，然后十月三、十五、十四，对，都是在它高档的地方，所以我不能保证说它。 真的跌下去之后，有机会有没有机会再翻上来？可以看到它最近的量又缩的非常非常小，反正就是持续的在观察，持续的在观察。再来看一下这个达新材料，应该是蛮明确说它已经跌落、跌破这个上升的这个趋势，已经跌破，所以说它在短之内，像之前从十一月开始往上爬，它爬了大概两个月，爬到这个点，从这边爬了算是一一倍了吧？呃，如果说看这个八五点五的话，爬了一倍了。 那爬了一倍之后呢，就开始嗯遇到这个盘势不好，也没办法，就是直接跌落下来。那这边的撑也撑不住。 对，撑不住那一下，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说，哎、欸，这边确实是一月七号这边啊，确实是、欸、有人还在做进场嘛，那也算是守了两天，那两天不行就往下。那目前看的这个支撑或许是在这个地方。当然，我觉得目前的盘势就看你们你们自己个人愿不愿意要进场去接啦。那我自己看的这个价位，就是说我自己看得懂的价位就就是在这个地方，有可能有撑。那当然。 有可能直接穿下去，就是诶、欸，就是看主力怎么怎么去想。他如果说他愿意守的话，或者说他觉得还有更低的价格可以接，那他可能就是不会在这个地方去接这个股票了。有可能就让他穿下去，然后之后再拉回来，说不定，因为没有那么抢手嘛，没有那么抢手的股票，那他也没有那么积极的去去进场操作啊。对，元泰，元泰，我们先把这个线切出来啊、喔。对，这个月线，呃，元泰它从这边一路了。 看一下这条，我们先看这个这条线啊，元泰从这个大概十月中旬的时候，它就是一路涨上来，然后都是守在这个月线上，都做都是守在月线之上，然后今天就跌破了嘛，它最后虽然拉回来了，对啊，最最后拉回平盘嘛，但是它跌破了，所以我想讲的是说。 呃，我朋友就跟我说，他看到这个元代，因为他好像有这个蛮多张的，然后他看到这个跌破这个月线，在平盘，只是呃不在平盘，在最后收尾盘的时候也还是跌破，所以他就决定就是全部出掉了啊，全部出掉了。那、嗯啊、那如果是我的话，我自己怎么看？对我的话，我自己看就是看说，诶、欸，那时候随便画这条线、嗯，看起来怎么好像稍微有点准确，然后呢，我们所多画出。 出来这条白线的部分，我把这线拧干净一点。对我们那时候，诶多画出来的这一条白线的部分，因为我说要等角度嘛，我们这边就是这样子一个角度一个角度，然后这边是等角度，然后也是抓这边的低点，然后画上来，可以发现说它又回来守住这个区间，所以还是非常值得去观察，说它是不是就是有机会在这边就是这样子往上去走。那 我想要讲的是说，哎、欸，蛮多人不是都是会看这个这个月均，然后季均线嘛，是说哎、欸、月均线有手，然后就可以怎样？这边可能就是大家进场做多，因为打到月均线嘛，哎、啊、可以做进，然后这边可能跌破月均线，然后就出场。所以你你看着一条线月均这条线去操作的话。 你有可能在这地方破破月均的时候，你就先出场。呃，在一月十号这一天的月均是一四五，然后最低有到一四三。那会不会你在破这个月均线的当下你直接先出场？那当然，你出场也是有人进来。那这一天应该也是第一次碰到月均线的成果啦，就是有人把它给接上来，然后又被打下去嘛。 那之后呢？在昨天嘛，昨天就是刚好收尾盘收在这个月均线附近，就是刚好收在一四六啊。那月均线也是在一四六，但但是今天呢，它的开盘就开在一四五点五之后就一路往下杀。那往下杀，杀到一三六点五的时候，其实怎样？我不知道大家的心态是怎样，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直接先出场。所以这一段，这一段应该是蛮多人就是把股票给砍掉的，就是砍掉的。但是我也没有觉得说这样子是。 是不好的行為。如如果说你的操作就是用这个月均线操作的话，那当然说你在这你在今天这边把它砍掉，我觉得是蛮好。但是因为每个人，呃，应该说市场上每个人如果都如果说都在看这个月均线的话，那会不会是今天这个主力先把这地方杀破，那杀破之后马上又把它拉回来？诶、欸，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对啊，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在杀破的当下。 破到这边一三六点五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冻没掉了，就直接先先走了。那之后他是又把他拉回来，所以其实每一种方式都有他的一个谬误啦。反正就没有一种方式是绝对真真的正确的。那当然说。 当时候，如果你是买在低基期，然后你这样一路爆一路爆，然后爆到了昨天你卖掉，或是今天才卖掉，也是赚了一大波的这个获利啊，那也是 OK 啊，我自己觉得这样也是 OK 的。好，那我们就持续的讲下一档。那长龙行好像没一样，没什么特特别，就是满满的压力样。那散户我不知道都出了没？今天我有一个朋友也买了，那他很懊悔，他没有卖这一根，就是这个。 杀下去，他没有卖哦、喔，撑住哦、喔。这边不是杀，快要跌停板，然后拉上来的时候他没有賣，然后连跌好几天，他今天才卖。哎、欸，没有，他昨天卖掉了。掉，再看一下台光电。台光电的话，目前看起来是有望有望守在这条线，但如果说这条线看起来好像有点丑，当然有可能他就是根本不 care 这条线，不 care 这一条这个这个上升线啊，当然他有可能不 care。那 如果说它不 K 的话，是有机会回来到这个二二五二二五零这地方，就是它那时候形成缺口形成的缺口这边。那我自己是觉得，如果我是主力啊。 如果我真的是用这个跳空开高的这个缺口主力，我应该是蛮想要守在这个上的，我是应该蛮想要守在这個上，因为如果说假设这边上来之后，可以看到这边其实没有特别的量，没有什么特别的量，对，只有这一根1月上這一月三号这根特别要上，那有可能它进场之后它都还没有掉，当然我也不是不知道主力要怎么去守。好，那看一下创尾，创尾的话就一样啊，就是。 我们有画横的线跟这个趋势线，那就蛮明确知道说横的呃这个趋势线就是一样是在压力嘛，那横的线就是它主要的一个压力，就是落在这个一九六附近。那今天又往下杀，所以我才会说，诶、欸，如果你是在一月十号它的收盘你才进场的人，就因为因为蛮多呃会说股票都要在这个收盘的时候才好买，那你觉得哎、欸、看到这一根翻转上来就不错嘛，你就进去追，那最。 之后，你最高的获利就是在这里1一九六，所以如果说你进在这个地方，那当然你目前你还可以报啊，你还可以报、啊。当然我，我如果是我的话，一定会先出一点掉了，会先出一点掉，只、就是不会让它侵蚀到我自己的利益。当然，你卖在一八零也 OK 啊，赚个四千块，嗯、欸，四千块但两趴。 对，两趴也 OK 吧，你至少不是赔嘛。对，你在这种这种很软烂的盘里面还可以赚到钱，我觉得也是蛮厉害的。好、哦，在华航也就是没什么特别好。那宏达电就是我看不懂，就是完全看不太懂的一档。反正就等它看怎么样，看怎么样去回落、啊。因为如果说我用这个我的这个呃画法，就是 A A 点嘛，A 点这边最高嘛，只是最高点的前一波的这个高点。 A、B，然后 C，然后 D，D D 点去画的话，那。 我目前连接到是条白色这条线啊，那当然，我觉得我不知道他守不守住，我就先画着，我就先画着。那因为他在这个地方，原本这边不是、呃、就是一个下降趋势线嘛，那在这边突破突破上去之后，我们要回来测测了一天，直接一根长黑摔下来，然后最后又在这边每天都有低点，每天都有低点。那可以看到是有有这个主力有稍微满一点回来，不过我觉得。 整体看起来不是太好，所以就是拿来观察，不要做精彩。再看一下这个杨志，杨志的话，今天就是有拉一根这个下影线，然后来踩一下他这边的去，这个算是。 横的这个支撑嘛，因为横的支撑是它这边盘整了蛮久的一块啊，就是在落在三十六块、三十六块左右，然后拉回去，然后就很丑的收在这边，就很丑，挤在这个你这边挤应该是要挤正那个三角形，不过要挤一个正方形，所以明天不知道要怎么走。如果说明天还一样来这边吃的话，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太好，所以明天应该要小涨，那理论上应该是要涨过这。 个上升的这条线啊，就是从这个十月初这边开始嘛，一路样上来，应该都要撑住嘛，然后撑住，所以它明天应该收这边会比较好。那当然，如果说， 三十六块有手也 OK 啦，也 OK。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条线，明天应该是穿过去，是受压的下降趋势线，受压下降趋势线。再看一下预创，预创的话，今天一样又有一个新的低点，追到了七五点五，七五点五。然后它在算是中中间盘这边开始上往上拉。看一下筹码部分的话，就是买方，然后卖方这边卖了一千六百，没看过的台湾气银风源，完全没看过的一间这个券商，所以不知道谁就是。 会播过去，然后卖掉它。对，看不出哪是哪个主力先先走掉了，其他人应该可能也看不出来，我也不太确定。反正，呃，这边的话，所要讲的是，它有机会回落到这条线，然后做反。那当然，我们在中间这边或许就已经有人做进场，这是八十块这边左右的话。如果说做进场的话，那当然说。 而这边或许是一个承接点，但是目前以目前的盘势来看，我觉得就是小量进场啊，不要这个量要缩手，对，量要缩。再看一下强帽，强帽的话就是以之前的这个格局啊，就是这边嘛，这边高点，然后跟这边吃高，那这边突破上去嘛，这边突破上去之后，这边还过来回撤一下，然后再反，所以我们就是以下面这个下降趋势线当做它，但是如果说再看远一点。 再看远一点的话，诶、欸，就如果说它真的盘势很不好，就很像我刚刚讲的，我空在这个这个点，我就是这样，我就是想要得到最下面这边的反弹的回报，对，就是它还是有机会抵到上面这条线的。那就是盘势如果再不好，更不好一点啊，更不好一点。那尾权链的话，今天收破了，对，它收破了之前那个八八点三，它破了之前的这个低点。 就是这边的撑盘撑不住了，怎那我们怎么看？我们一样啊，我就是说，哎、欸，看它整体整体这样走上来这个事的话，它在这个上升这个趋势应该要有所撑住了。它这边也走，哎、欸，走了蛮大一段，从这个去年的一月这边算是慢慢走上来，对啊，走了一年，整个都算是多头吧？对，如果说你抵到线的时候才做进场的话，是一个多头，对，所以它就是直接看这条黄色的线吧，就是。 是最底下这条线，那目前这条最底线最底下这条线大概八十二点五，八十二点五。那汉雷的部分，汉雷就是就是直接被那个头信每天都在出货，从这边开始一路出出出出出，每天都在出。那有人在接吗？还是有人在接的，不过可能都是用内盘在接吧。因为都是用内盘在接，因为如果你都知道说，哎、欸，头信会倒给你，那你不用去追加，你追只会被打下去。那我买在有一个更低的价格去买，不香吗？ 对啊，所以那个就是快到达我们的这个支撑点啊。那当时候这边也是一说，哎、欸，不是买进点，不是买进点，不是买进。那看一百三有没有没有撑嘛，也不是买进点，因为那时候其实就盘势不太好了，所以那时候一百三也不会想要。那一百三就是左边这边的，是小小盘整的这个要突破的地方、啊。那这边形成这边突破上去之后，这边只能一百三的地方。之后就是看它有没有办办法回落到这里，应该快要显现了，蛮多档都是。 这种线都快要所形成，那光照的部分也是这个头信在出货啦，头信在出货。那我们观察一下，呃，在十二月十四号这一天是谁让我买到的？也是头信啊，对，因为也是头信在这天出货，在十二月十三，然后拉直接到货嘛，绑到下来，然后这天再到，那可是到到这边的时候被。 有人撑盘撑着嘛，所以我们可以比较明显说，诶，这一档怎么呃原本好像没有很看好，结果它是很努力的撑在这个在九十六块之上，在九五点五上、啊、那也可以看到今天的头新又在出货一点，卖了四百多张，但是它还是撑在这个啊，撑在这里。那立台就没什么好，计价也是,就是等待这个线啊。那看一下反甲，反甲的话呢，今天的收盘收在最是最低就是收盘一百七十三，那也是接近了我们这个上升曲线。 但是，我就是说，三三趋势线其实比较容易去跌破，那跌破之后是有点不知所措。 退跌破之后会有点稍微不知所措，到底会怎么去走、啊？去走？那我们这边再补一条线啊，我们这边补一条线，就是说，哎、欸，这边就是曾经的怎样？曾经的三角收敛，那这边三角收敛是突破三，所以如果说它跌破啊，假设啦，我们说假设它跌破，我们不要说它怎么会跌，那假设它跌破，哎、欸，有机会是来撑这条，这条线的撑，我是觉得比较合理一点，就是上升轨道，我们是拿来拿来当做这个整体去。 趋势嘛，那它如果真的是来撑，然后再翻回去，也、欸、也是有机会，所以就是多画这个线啊，这个线就还蛮简单嘛，说呃这个高点，然后次高点画地下来，然后突破上去嘛，突破上去它目前要第一次要回来，回来测了。 对，回来测。那金香店也没什么特别，特别好，一样以这条白色线当做是它的身啊。那当然，这边进场之后的下一个支撑会落在这个，我自己抓啦，自己抓是抓的。那上药，上药的话，今天是怎样？开盘开在这个原本应该跳空开高开上就是一个。 最好最好的想法就是说，因为他昨天有想要突破上去嘛，想要这个三角作用的突破，但是他被打下来之后呢，他原本今天应该有望是要上去啊，不过呃看一下，他也没有跳的很高啊，是二一点二之后就被杀下来，那杀到二十点五之后反转上去，反转上去，那当然说，诶，如果说我们看到这条线、欸，哎怎么是在这个下降趋势线之上，对，怎么在上？那当然你可以解读说。 解读说，哎，他就是怎样，他已经成功了，他成功突破了。对，你可以解读说，哦，他成功突破了，但是也可以解读说，就是。 他在附近，他在这条线附近，所以他是失败的，所以他是失败。那反正怎么解读哈，就只能这个等待他真正走出一个航道了，对吧、啊？这个技术分析上的图都是假，就是都是找这个类似相对应什么 W 底啊、M 头啊之类的。那我们在一张实质的当当下看，哪看得出来的？我们没办法看很明确的判断，我们只要只知道说，诶，是有主力想要真的拉上去，但是也有其他人想要倒货啊，倒给这个。 那立晶店的这个行情就比较好，跟这个联电都还不错，就是又怎样翻回去这个三角大三角收链，对，大三角这是三角收链的上压，然后这是下沉，但是它前几天跌破嘛，跌破之后它今天翻回来，算是还不错啦，算是还不错。那看一下联电，联电也是啊，拉回来拉回来这个地方，那当然不要明天马上跌回去，如果明天马上跌回去，那我直接把这条线给删了，对我觉得我就觉得啊没有用啊。 这条线、三三趋势线是根本没有用。好啦，今天大概大致上就讲这样，就是还是呃保守去操作，那就是看你们自己个人的操作方式怎样。我就是负责就看看这些个股啊，那没有一些什么建议买进啊、卖出的这种，反正就是我自己个人纯粹的分享。好，那今天就大概就讲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接下来会不定期更新。喜欢这部影片的内容，请记得订阅及分享。再次感谢大家，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